你是什么鱼来着？啊，我是大鲨鱼。有请海中霸王带来天堂。哇塞，不是天堂，是啥呀？套马的汉子。在海里套的是海马吧？你要出来表演的是吧？出来表演。好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是出来表演还没被解救，那真是越努力越心酸。你就是要不顾一切的往前抛出自己。我明白。哪怕粉身碎骨。好，来吧。Music。套马的，哎，没有开始啊。你套早了，你再晚一点套。哎，出来。快把马快牵回去，把马牵回去。早知道不出来了。来，我们允许你彩排一遍。先把架势弄起来啊！来，准备，音乐起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在我心上。第二首歌进去的时候啊，进早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那个来特别长。Jessica 同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刚才这段表演呢，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歌迷心目当中，可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演出。好，那只剩你了啊，只剩你了，来，我们给 Jessica 加油。专业，哎，这后面特别适合接。来呀，走走呀，反正打发时光。First time 太难啊，对，好听，谢谢。차이나는즐거움중화TV。